按完之後，你即係見到皮膚嘅光澤啦。用完之後覺得毛孔係即刻細咗好多，同埋白淨。大家都知道保濕好緊要啦，皮膚唔夠水分會衍生咗好多好多唔同問題。簡單一支好用嘅保濕，大家就要長期 keep 住用佢啦。呢支就係 New Face Pro 嘅注水王，咁我好中意啦。因為原來一支好用嘅保濕係可以同時解決好多好多皮膚問題。你會見到同一般保濕好唔同啊，佢超水噶，吸收得勁快。它可以抗炎、美白、淡斑、保濕，全部同時做到。它用的成分很簡單，天然，例如有白薇、法國的海水仙，還有超低分子的納米級透明質酸，令到皮膚每天都爆水、爆水、爆水。我介紹了很多朋友用這支注水王，很明顯，譬如男仔比較少護膚，用完之後覺得毛孔是即刻細了很多，還有白淨。譬如男士們用一支注水王已經很夠了，水油平衡達到，又不容易皮膚經常出油，毛孔細了、滑淨了，總之就靚了。咁好似莎莎啦，或者我嘅朋友比较中意贪靓嘅话咧，就会用嚟做基底液。咁呢个系好正好正，因为佢连眼、面、颈都可以搽啦。咁我无论做任何 gel mask、eye mask 或者做任何 treatment 啊，搽完佢打低皮肤就复原得好快同好靓。按咗一阵啫，皮肤已经好光泽、好靓。而家咧唔使搽粉底都可以出街啦。